脸真的是。今天呢，咱们发奥特曼卡牌，都把你们的试卷拿出来吧。这发个奥特曼卡牌也要被区别对待，哼！谁让你不好好学习的？那你考了多少分啊？老师，我考了100分。100分呢、啊？嗯，学霸就要领得多。来，这一张就是你的了。他这100分才一张，那我这5分岂不是一张都没有？下一个二狗，你考了多少分？啊，我肚子疼，老师，你等我一下。老师，二狗呀、肯定是考得太差，他不好意思说。那些奥特曼卡牌我都想要，可是我这5分，100分才一张，那我得考500分。哦。改成500，这不就行了吗？老师，我来了。二狗，你考了多少分啊？你看，500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评分老师说呀，我乐于助人，把自己的笔借给别人是100分，有考满分的潜力，却非常谦虚，又是100分。不答卷子，为阅卷老师省去阅卷时间，又是100分。还有卷子上没有写二狗的名字，又是100分。总共500分。这样也行？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500分啊。行吧。那老师啊，把这一大张给你吧。5分就能领这么多奥特曼卡牌，我真是太聪明了，哈哈哈哈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